由 Light Games 推出的开放世界海洋冒险手机游戏《大航海时代起源》，我们将要带领贸易船队在汪洋大海上与世界各国进行物品交易，成为商界传奇。当我们前往不同的城市，就要先找出这个城市打折的物品，然后买满整个船舱，带到售价比较贵的城市去卖，来赚取暴利。不过带着一堆值钱的珠宝香料，就会引来一些可怕的海盗跑来抢劫。还好我们船上的大炮可不是装饰品而已，海上战斗当然也是航海的必要过程。进入战斗后，游戏会变成回合制战略玩法，要指挥船舰使用冲撞、炮击或是近距离战斗等等方式将敌人打倒。成功赚钱后，别忘记建造更强的船，拉拢强力的船员，让你的舰队变得更加强大。